什么呢？吃什么？我最想吃雪糕，我想一天吃无数根雪糕。那让大家期待一下，在这炎热的夏天里面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冰激凌女巫。那么我的职责呢，就是看管小孩子们吃雪糕。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一天吃三根雪糕以上的话，那我的肚子会跟他一起疼的。哎呀，小捣蛋的孩子吃雪糕了，吃三根，我要赶紧看一看。原来是这个小孩偷吃雪糕啊！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已经吃了一根雪糕，两根雪糕，现在我准备吃一大盒冰淇淋，然后我要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好好吃啊！哎呀，我的肚子怎么疼上了？啊，我的肚子！原来真的是他吃了三根雪糕，害得我肚子这么疼。我这个冰淇淋女巫今天要好好教育她一下了。啊，肚子好疼啊！可是这也阻挡不了我吃雪糕的心。啊，雪糕怎么化了？这就不好吃了。我把它冻起来，明天接着吃。啦啦啦啦，又可以吃雪糕啦！雪糕怎么还是化的呀？淘淘，啊，谁在叫我？我就是传说中冰雪可爱的冰激凌女巫。冰激凌女巫是什么？哼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孩子不能总吃雪糕，你吃多的话肚子疼，我跟你一起疼。你折磨我，我就折磨你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不让我吃，我就不能吃？我就吃，我就吃。我就吃，我就吃，我就吃。那你以后吃的雪糕都没有完整的，你就喝汤吧。你给我出来，我要和你当面理论。原来你就是那个丑破坏女巫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不美吗？我不漂亮吗？我不高吗？我不瘦吗？你漂亮，有比我漂亮的人还有。好吧，你不让我吃雪糕，凭什么？因为小孩子吃雪糕不好啊，有很多小孩子雪糕吃多了肚子疼、拉肚子、肠胃感冒，什么胃痉挛都有呢。那你怎么把我的雪糕变坏呀？那这样吧，你答应我每天只吃一小块雪糕的话，我就给你做一个永远都不会化的奶油冰激凌哦。还有不会化的雪糕？那是永远都不会化呢。那我答应你吧。好，那我们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可是我还想吃三根雪糕。不行，为了做出淘淘喜欢吃的奶油冰激凌，我只能用这100克的奶油粉和这200克的牛奶混合在一起。我们女巫啊，是绝对不会用双手去把它打发成奶油的。那我现在就要用魔法把它变成美味可口的奶油。哇，你看我的淡奶油做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把淘淘最喜欢的巧克力酱吸过来。我要把这80克的巧克力呢倒在这个淡奶油里边。看着好有食欲啊，我都有点想吃啦。希望淘淘肯定会喜欢的。大概是这么多。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我的魔法棒变成搅拌棒，把这个巧克力和淡奶油混在一块儿。这个搅拌棒还挺轻的呢，来给它搅拌一下。小淘淘，小淘淘最喜欢吃冰激凌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这个奶油给混合好了，
我之前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模具，里面已经包上了油纸，那么现在我就要把这个巧克力的冰淇淋倒入这个模具当中啦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奶油已经被我这个魔法棒抚平了，接下来要请出我的好朋友，当当，小刮刀。那么这个小刮刀啊，不是刮这儿的，也不是刮这儿的，更不是刮这儿的，它其实呢是刮这个巧克力冰激凌的。我要用这个小刮刀啊，给这冰激凌画上好多个小方块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请出我的丛林小伙伴，就是榛子小姐啦。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哦，而且还是巧克力的好伴侣呢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把这个榛子啊，一个一个用魔法棒送进这个巧克力冰激凌里。好啦，现在就差把这个榛子摁进去啦。用一下我勤劳的小手把它摁进去。我不下去了，用魔法吧。哎呀，还是魔法好用啊。那么现在我要请出我冰雪王国最好的朋友艾莎女王，让她来把我的冰淇淋给冻住。那么刚才在艾莎女王的帮助下，我这个冰淇淋已经冻得非常结实了，闻起来也很香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给它裹上一个永远都不会化掉的外壳哦，就是它了。我要把这个白巧克力里面呢放上葵花籽油，这个啊就是我准备的女巫特色装饰糖。你看它多漂亮，紫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粉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那么现在就要制作冰淇淋的最终步骤了。首先呢，把这个小竹签穿到冰淇淋里边，哇，要戳到榛子了。然后把它放进巧克力，滚一下，让它洗个澡，完全包裹上。一定要快哦，马上放在这儿，旋转，然后撒上喜欢的装饰糖，再来一个。希望小淘淘吃到这个冰淇淋会很喜欢，让它在里面洗个澡，然后马上放。旋转，哇，这个做的真的是得心应手了。这个装饰糖一定要放得快，要不然的话它会凝固的。哇塞，你是仙女姐姐吧？你做的雪糕怎么这么好看？又不是你刚才说我是丑破坏女巫啊。不，那些话都不是我说的，别人说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看你这么可爱，你先尝一块吧，我跟你一起尝。可以尝吗？嗯。哇，我都不舍得吃。发没发现它不会化？嗯，真的不会化。外面是脆皮的。对啊，还有嚼劲呢。嗯，你仔细尝一尝，里面会有惊喜的。啊，我好像嚼到了，真的好吃吗？小手，我们要干嘛呀？我们可是约定好的啊，一天只能吃一小块。那我放在冰箱里，明天再吃吧。好。那我今天谢谢你给我做了这么美丽的冰淇淋。一定要记住爱护你的小肚子，不要总吃凉的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豆子，你今天做的雪糕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现在我要尝一下除了脆皮里面的雪糕部分。尝一尝。我做了好长时间才做好的呢。里面有巧克力，还有奥利奥。是不是吃起来感觉有点像那个蛋糕？有点像提拉米苏蛋糕的味道。里面还有榛仁呢。以后我要每天都吃，我要把你做进手全部吃完今天。那可不行，淘淘，小朋友们一定不要跟淘淘姐姐学哦，这么吃雪糕的话肚子肯定会疼的。豆子，那小朋友们不要跟淘淘姐姐学，每天只吃一块两块。不要吃太多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拍到这里吧。小朋友们一定
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。